车票。日本到东北旅行，大家都知道可以使用东北 Pass 周游券。大人的车票一张20,000日币，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包含东京到青森所有的新干线、JR 东日本全线、京都单轨电车全线、伊豆急行全线、青森铁路全线、岩手银河铁道全线、仙台机场铁道全线等等。使用期限是购买后的14天内，任选5天来做使用。周游券需要注意，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售票处哟。目前有售票的地方如下：10月下旬20几号了，日本现在已经进入秋天的季节。我这一次呢，安排了4到5天的行程，要去东北那边旅行，看枫叶。我现在到了汇金若松站这里，然后我要找置物柜放行李箱，这边有他们的案内所，你们如果有进来的话，可以在这边领取一些就是他们的地图啊，或是游玩的资讯。我刚才看一下，我觉得还蛮受用的。
从车站走出来，左边这边就有一些投币的置物柜，然后这个置物柜有分小的，然后还有中型可以放行李的，然后这边还有比较大的。我现在发生一个悲剧，就是刚才那100元它不平整，然后我就投进这个洞里面，现在就卡住了。他现在请人来帮我看怎么弄，终于搞定。他们派人来，然后又另外给我400块让我装其他的那个柜子，然后他们再自己慢慢去处理那个硬币。啊，觉得蛮不好意思的。榻榻米線是一条连接福岛县惠津若松车站与新泻县的小出站，属于东日本旅客铁道的路线。由于2011年的台风灾害摧毁了直见线的惠津川口站到直见站之间数个桥梁，因此这段路程暂时由巴士来代替运行。目前这段路线的铁道预计在2022年全面的修复。搭乘直见线观光，你可以到山石神社求良缘，再到田子仓湖看震撼的风景，还可以到深泽温泉泡汤度过疗愈的时光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你不能错过福岛最有名的第一直见川桥梁展望台。我现在就是要前往那里去欣赏红叶哦。我从惠津若松站坐到惠津宫下站，然后我现在要走路30分钟左右的时间去到第一直见线川桥那边的展望台去拍那个枫叶。然后我现在的路途上呢，我就稍微有看到有一点点的枫叶，还蛮漂亮的耶。我看他们的那个官网啊，就是都说10月中下旬到11月上旬会有枫叶，可是我照这个时间来，我觉得还蛮多树还是绿色的，就是只有大概1/3枫叶吧，所以等一下去到那个展望台那边，我也是可能要碰运气这样，我不晓得会不会拍得很漂亮，就全部都枫叶。
它其实有那个巴士欸，就是不用走路30分钟，但是那个巴士的班次好像蛮少的，然后时间也很早，像我现在已经中午过后了，可能搭不到，所以我用走路的。它走路也挺好，就是这边的空气很新鲜，然后神清气爽的感觉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些枫叶可以看。只是我会觉得，为什么好像路上就只有我一个人啊？只有我一个人，就好奇怪，就是大家没有来这里看枫叶吗？我刚才不是说可以坐巴士来吗？坐巴士来的话，你们就会在这里下车。它这个是算是一个比较地标物吧，这样子。然后在这里下车之后，大概再走路5分钟就可以到那个展望台了，就可以拍到美美的枫叶。它的四季春夏秋冬都不同的风景，但是我今天我觉得可能枫叶没有到蛮多的，就是好像还蛮多都是绿色，所以我就只好就是拍拍看这样子。现在走到了第一指箭线穿桥的展望台，它有好几个点，我现在这个是 B 点，而且它这边蛮贴心的哦，它有跟你说就是那个桥的有那个列车通过的时间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去拍照。我现在爬上来了，爬到 C 点，这里也是一个拍摄的地方，它一样也有那个列车经过的时间表。然后我这个后面，它的叶子很多都变黄了，还蛮漂亮的，看得好清爽哦。我最后爬到 B 点了，有点喘，但是好漂亮哦。我看大家来这里拍都是一早就过来拍了，就是那个画面可能会更漂亮这样子，但是因为我从东京来，就是时间上有一点没办法，所以我是下午才到这里。然后你看现场一样，就是我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人，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，然后也没有人挡我镜头跟我抢位置，我就这样子拍，好漂亮哦，看橘色的，只是蛮可惜它蛮多还是绿色的。可是你从现场这样静静的往那个桥的方向这样看过去，然后它还有那个湖的倒影，哇，就是也是很漂亮很美的。现在下午4点多，天色有一点要慢慢的暗掉了，再看看最后一眼，这辈子大概也就只有这一次会来到这里了，很漂亮吧？你看它那个桥底下还有那个倒影，然后，哎，我觉得它如果全部都变枫叶，哇，橘色应该很漂亮。我觉得上网找一下那个图片给你们看。刚刚说的这里啊，就是搭巴士会来到的地方嘛。我建议大家如果来到这里先上个厕所，因为我刚刚以为展望台会有厕所，没有，所以我全部都在憋尿拍照。我现在要进去上厕所给你们看里面。
这个蜡烛好像是他们这里的名产哎，我有看到网络上有写，而且他每一个月都有一支蜡烛的代表。这是它的 menu， 有拉面，也有一些定食，而且价格我都觉得还蛮便宜的。他在桌边也有放酒精跟湿纸巾，你看他这个桌垫也用得好精致哦，然后这个整个架子超厉害的。前方是他们的厕所，超酷的。好，这个要脱鞋子。它整间厕所超浮夸的啦，上厕所的地方跟这个洗手台，我靠，天哪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厕所。这是我的餐点，我点烧肉定时饭。现在是晚上7:30的时间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等电车来，因为它这条线的电车就是班次比较少，没有那么密集，所以就是时间上要掌控好。稍微介绍今天住的旅馆，一张双人床，床头这边有很多的插座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那边是窗帘，还有电视、书桌，大概就这样。这是厕所，哎呦呀，
厕所很简便，因为我只要住一个晚上，所以我就是随便订，明天一早就要出门。